雷兄弟，我知道你心里很着急，可是你不能颠倒是非啊。你先安静下来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嘛，啊。谁？再不出来，我可出手了！雷大侠，我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鬼鬼祟祟的，在这儿干什么？姓沈的，你敢在我面前出现，我今天非杀你这狗贼不可！哎呦！杀我！你为什么要杀我徒弟？卑鄙小人，连人得而诛之！哼，在绝情谷想杀人，你得问问我同意不同意。前辈，这个姓沈的小子在江湖当中是出了名的卑鄙小人，所以……放屁！他是我徒弟，你骂他是卑鄙小人，是不是连我也骂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前辈被这个卑鄙的小人给骗了。哼，他是怎样的人我最清楚，不需要你来指教我。你最好赶快给我滚出谷去，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住手，三弟！娘，住手！前辈，这个人是我三弟，他并非不轨之徒。如果刚才有冒犯您的地方，还请您见谅了。娘，这位云大侠是位正人君子，你不要杀他。他竟敢在我家叫着要杀我的徒弟，真是好大的胆！三弟，给前辈赔罪。我前辈，在下失礼了，请原谅。算了算了，不跟你生气了，要不然倒显得我小气了。今天我就看在我女儿和我女婿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了，但是绝对没有下次。姓白，陪我出去散散心。师傅，来，三弟，别冲动。这种卑鄙小人，早晚我一定杀了他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你放心吧，这种人一定会遭天谴的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你是个卑鄙的小人呢？哎，都是我年少无知的时候犯下的错误。那时候我曾经拜天武镖局的黑心天为师。这又怎样？刚才云大侠和铁大侠他们都是大西门的人，他们就认定了五福的人都不是好人，所以啊，一直追杀我。如此草率地决定一件事，真是太幼稚了。就是嘛，其实也不能怪他们。黑星天那个人呀，的确有问题。也难怪他们会误会我。当我知道黑星天有所不轨时，我马上就离开了天武镖局啊。哎，直到现在，两边的人都追杀我，我两边不是人呐。也真是太难为你了。大奇门和五福之间的恩怨我是知道一些的，以后你不要搭理大奇门的人就是了。现在在我们绝情谷没有人敢欺负你的。师父真是明理之人呀，幸白此生能遇上像师父这样又美丽武功又高的人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你就是嘴甜。师父，
徒儿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。想想当今江湖上，还有谁不知道师父您是才貌双全呀，鼎鼎第二，就没有人敢应第一呀。四弟，还把我当是你三姐吗？那是当然了，三姐。好，既然你还叫我一声三姐，说明你没把我当外人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就跟你直说了吧。今天我来找你，是想问问关于嫁衣神功的事。嫁衣神功？什么嫁衣神功啊？四弟，你得了嫁衣神功，也应该拿出来给三姐看看，长长见识吧。三姐真会说笑啊，我怎么会有嫁衣神功呢？四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那天我亲眼看见你用姓云的那小子跟铁中堂换了嫁衣神功。这是哪天的事啊？我还真不记得了。你别装傻了，那天你高兴得很，根本没有留意到我。现在你想不承认，哼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三姐，你不要强人所难嘛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拿出来给我看了？我没有，怎么给三姐看呢？好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怎么，三姐要动手不成？好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哼，难道老夫怕你不成？前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冯九佑，你如果还想要你徒弟的性命，赶紧把嫁衣神功的秘籍交出来。师父，救命啊！冯九佑，你搞什么鬼？三姐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是要他的命呢，还是要秘籍呢？师父，不要啊！这么说来，你是承认你拿了嫁衣神功的秘籍？没错，秘籍就在我手里，你有本事过来拿吗？你。师父，区区一条贱命，怎么能跟嫁衣神功相提并论？不要。
进老二的绝情谷。哼，管他什么龙潭虎穴，我要取回我的家业神功。花大娘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够了够了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她才是我女儿，为什么弄个不相干的人说是我女儿呢？花大娘，您真的认错了，她是水灵光，她才是您的女儿花玲玲。好了好了，我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了。花大娘，您别……哎，休息一下，来，坐这边休息一下，别着急，慢慢想，一定会想起来的。她本来就不是我女儿，她有什么好想的？花大娘，玲玲很快就会恢复记忆的，到时候您就知道谁是您的女儿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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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要杀我！师傅，救我！什么风把三妹四弟给吹来了？真难得！只是为什么一直要追着我徒弟不放？难道你们忘了我绝情谷的规矩不成？二姐，小弟实在是无心打扰。你的徒弟偷了我的嫁衣神功。真的？怎么样？徒弟怎么会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啊？听到没有，他说他没拿，你那什么神功一定是遗失在哪儿了，你却来麻烦我徒弟，赶快给我走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二姐，我们明明看到是那小子拿走了秘籍，难道他不承认就算了吗？不错，我今日一定要取回秘籍，不然你休想让我离开。看来你们今天是来找打的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你终于记起我是谁了，玲玲，终于
记起我了。是你们两个人，为什么欺负我二妹？二妹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这不是玲玲小丫头吗？啊！爹，刚才就是那姓风的把玲玲打伤了。嗯，好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跑到这儿来撒野，还打伤人。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她是我雷鞭的儿媳妇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！大哥，小弟实在不是故意的，小弟是……是啊，大哥，我们是因为二姐的一个徒弟不懂事，冒犯了我们，我们只不过是来讨个公道。你少跟我狡辩！我知道你们对排名有意见，你们认为你们的武功很高，却排在花羽之后。现在给你们排在第三、第四，你们心里不平衡，就来找我二妹算账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大哥，你实在是冤枉我们了。哼，你们武功虽然极高，但是你们人品极差，谁也比不上我二妹。给你们一个第三、第四已经很不错了。大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不要仗着你是老大就总是教训我们，这是我和二姐之间的私事，请你不要插手。我偏要插手，怎么样？哼，她是我儿子的丈母娘，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就要管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兄弟情义可言。不要以为你排名第一，我们就怕了你。哼，反了你们，没大没小。今天我不教训你们，你们就不知道我的厉害。小心，千万千万要注意呀！
别碰我。爹，孩儿被您去少林寺一定能看好的。你们都别碰我。我现在全身都是剧毒，你们一旦碰上我都会必死无疑的。爹，爹，我现在用我全部的功力压住体内的毒气，以免它四处流窜。你们就好好听我说几句话吧。大哥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二妹，玲玲总算找到了，全家可以团聚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我家儿子小雕从小就喜欢你家玲玲，咱们做长辈的就成全成全这两个孩子吧，以后你家里也可以多个人照应。大哥，你小雕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你花大娘和玲玲，你听见没有？只怕孙都还会再次出现，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才是。都神现在仙体，恐怕江湖上会再次出现一场腥风血雨，你们还是离开中原才是呀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阻止吗？刚才你都看到了，和我四人之力都拿他没有办法。爹，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，我泪扁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可能有的人他不这么认为。我问心无愧，我自问自己，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都能对得起自己。我没有错。神功拿出来！小的抢了秘籍，就是要送给前辈的。我仰慕前辈已经很久了，要是前辈不嫌弃，能否收我为徒？也好，反正我那徒儿也死了，你以后就跟着我。弟子多谢师父，弟子多谢师父。小子，不过我可警告你，你再打秘籍的主意，我让你死无全尸。弟子不敢，弟子不敢，弟子就算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打师父您的主意啊。师父请放心，您请放心啊。Thank you.
雷兄弟，你打算去哪儿？在下决定听从我爹的遗命，带着他们离开中原，到塞外去。也好，看来中原也没什么好日子可过。不错，现在独身献体，必将危害江湖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。那两位有何打算？在下打算号召武林群雄，极力对付独身，以免去一场江湖浩劫。两位不愧是江湖豪杰，在下佩服。哪里话，那我们就此告辞了。告辞。孙毒老毒控制不成，当今武林以五福弟子最为鼎盛，如果要号召武林群雄，他们定当是首选。不错，只是怕孙毒也看准了这一点，他会先向五福的人下手。现在五福如同一盘散沙，毫无抵抗之力，这怎么是好啊？霹雳大哥毕竟是五福之人，想请您通知其他几位，让他们及早做好准备才好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召集各门派门主，大家聚在一起好好商量一下对策才行。霹雳火这个老头子今天相约在这儿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啊？难道是发生什么大事了？大家不要瞎猜，等霹雳火来的时候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嘛，啊？
做个榜样。现在摆在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：一，从此以后归顺于我；二，像他们一样死。哼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先杀我弟子，又让武夫投降，今天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老夫奉劝各位，先放下私人恩怨，同仇敌忾，一致抗敌。等消除了孙都和独身。娘，报完杀子之仇再说。盛大娘，
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？可你儿子明明是被风九幽所害，为何总是找云兄弟的麻烦？老娘我不管，反正老娘亲眼看见我儿子死在他手里。盛大娘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您要云正的命随时都可以拿去，只是现在是我们同心协力对付大敌的时候，等我们解决了这场江湖浩劫之后，你再来解决我的性命。盛大娘，云兄弟如此义气云天，现在正是用人之时，你又何苦总是抓住个人恩怨紧紧不放呢？老娘先听你们的，到时候就看老娘愿不愿要他的小命就是了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一致抗敌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联络大旗门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同仇敌忾，共同对付那两个大魔头。又何必当初呢？没你的事。如果你老人家还这样固执暴躁下去的话，早晚众叛亲离。你放屁！滚出去！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本来云真和铁中堂是你们大旗门的少年干将，可是现在却被你骂走。你看看大旗门还剩多少弟子，还能报仇吗？你个女人懂什么，就知道为两个小畜生辩护，大旗门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如果我不是你大旗门的人，我才懒得理你这个老头呢。哼，别以为云正那个小畜生喜欢你，就以大旗门的人自居，就算你是我大旗门的人，只要是女人就没有说话的份儿。你最好给我闭上嘴。好，我闭嘴，我看你这个老头什么时候给闷死。你大哥，正儿和中堂回来了。这两个小畜生还敢回来，看我怎么教训他们。哼，闪开。大哥，